彰化县大大小小公园所设立的儿童游戏设施，竟然全部无合格，有可能造成儿童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彰化县社会处日前配合卫生福利部，针对县内儿童游戏设施进行检验，县内有439个设施，只有一个是合格。今仔日伫县议会定期会当中，引起议员的不满，要求县府要尽速进行改善。各地公园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乡亲在运动，公园内的儿童游戏设施更是很多家长家里带着小朋友去佚佗的最好场所。但是在彰化县有439个儿童游戏设施当中，竟然只有一个是合格，这就是在今天的彰化县议会定期会当中引起议会议员的不满，要求县府尽速进行改善，避免有儿童发生危险。卫福部颁定了儿童游戏场新规范已经一年多，但是我有我们卫福部把我们彰化县社会处，我们这个涵盖彰化县最新儿童游戏场申报检查清测显示，我们彰化县各局处有社会处、教育处、卫生局、建设处、农业处、城关处，总共我们受检的单位有439处。管理长，敢那几位合格无？敢那几位合格呢？99.78%啦吼，高97.8%都不符合我们现在卫福部的安全规范。三年内，所以他们有些人，尤其一些私立幼儿园的话，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检验。啊，无要紧，三冬来伊家己爱，因为检查一做的话要10,000多块的检验费。公园啊，或者是啊幼儿园，或者是私立的幼儿园，都有这个儿童啊游戏的啊这个设施，大约有400多场。好，那有些都是有些公园都是公所自己盖的。那我们啊社会处委托学术单位去检查，好检查，当然难免都会有缺失，好缺失。那这缺失在三年之内一定要改善。所以有些缺失不是，唔是讲伊永远都拢无符合规定，只要改善它的缺失，安尼就符合迄个标准。另外嘛，因为台湾的公园儿童游戏设施拢同款设备，并无地方应该有特色，所以议员嘛要求县府爱针对各乡镇无同的特色，规划儿童游戏设备，才会当吸引家长带着小朋友去佚佗，并且展现地方的特色。新中华新闻，白明林关怀采访报道。